好啊，老师他问的是，没关系，你问，他问的是反纳，写成会是那个纳，这个很简单，有人会写成反纳，有人会写成正常的。你想一想哈、哦，这里已经一个纳，再一个纳，再一个纳，我现在是尽量的处理成这三个纳比机会不同，当然我量也可以写反纳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干脆让可能就要变了，是不是反纳还是不要反纳？那我后来决定这里让它纳比。然后这个的钠呢，让它就飘上去，这里钠让它像微杯一样。那这样我们在所练过的钠的三种技巧，比较行书的，比较隶书的，比较微杯的，全部都包容进来，然后再加一个长反钠，这样整个四个钠笔就截然不同的处理四种方法，就是在短短的五个字里面最容易见真章。你到底对这个反应，你的这个算是我们说的。消化有多少就看这几笔，你消化出来能量有多少啊？还有让字笔画非常的多，所以我在配笔上量字呢写的比较饱满，比较胖，比较小，让字写的很大但是很细瘦，甚至空白我留在这里， 这都是希望让这里紧凑，空白留这里，很多人不知道会在这里有空白，有大量的空白，这样就完蛋了。之前我看好像不少人这个中间有很大空白，好，我看到的是这样。好，子贡是孔子的学生，曾经记录在《论语》的这个前面学而篇是哪里，曾经提到过，孔老夫子呢就是温良恭俭让，对各国的国君在聊跟他们相处之道，就是温良恭俭让啊，这个就是一个。当然我听说你们大家现在都是对这句话是马英九讲过很反感啊，不必要，因为这个本质上很好。今天应该农历一月二十几啊？今天是农历十五，初一啊？啊？初一啊？明天？因为看到有在拜拜，不知道初一还是初一。啊？今天初一？对。今天是初一，那就不是孟春了。没关系，这真的没关系。对啊。在时间的长河来说，二月就不可以叫满春，叫仲春。对。哦、我写会好了，会就是类似于最后一天，就是农历的二月底，一月底，对，会是一个日再一个美，对，一个美，就是月底，就是对，会就是看不到太阳，看不到月亮，看不到月亮。温良恭俭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们可以啊，你们去演绎呢。